なあ、妹のこと。そうか、な。我叫惠利奶。原来你就是我妹妹啊。そうか。よかった。お前が住んでいるアパートの102号室は神主の家なんだが。啊，不是202，你住的公寓102就是神主的家。今は神主が俺に。现在神主把房子借给我住了。だから何かあったら102号室。如果发生什么就来102来找我。必ず助けに。我一定会来救你的。啊。他爹要杀我的时候，我去102找他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兄妹俩为什么不直接远走高飞啊？不是，神经啊，这不是？我们兄妹俩直接远走高飞，他不行吗？怎么感觉哥哥要死？没有，影狼二我还没玩呢，我这还得考虑要不要玩影狼二呢。哦，在这儿呢。缺的好多啊。8个木片。疯了，我哪儿找8个？我这只看见仨呀。手上一个，这儿是一个，隔壁柜的还有一个。还要玩他这个逼华容道，201房间的钥匙。哦，这个是那个隔壁女主隔壁的钥匙，对对对对对，隔壁那个能透过缝隙能看见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碎片。哎，不对，201，哎是这个，啊，是哪儿？那是203。给了我一个奇怪的镜头。房东的日，哦，这是房东的房间吗？雇来了一个女的来打工，那个女的年轻又漂亮，多亏了她，客人变得好多，光是看到的心情就变好了。那个女的很卖力，好心动啊，被她迷上了，叫英子 ，Oko， 好念的名字。明明迷上了我，还有奇怪的男人缠上了她，她是我的东西。对了，把他带去地下室，那样的话谁也看不见他。现在才20多岁，是时候让他明白自己的立场了。把他带到地下室囚禁了起来。你是我的东西啦！他死了，全是血，好像是怀孕了。可那是谁的小孩？什么时候怀上的？不可原谅！啊，不是你的，好绿啊！哈哈。澡堂墙壁上的污痕是什么？那个声音又是谁？无论如何都能听那个女的悲鸣，我的脑袋像是变得越来越奇怪了。到底是谁？黑影还在追我，他妈的还在追我！除名什么的没有用，幽灵还是袭击了我。原谅我吧，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坏事。逆天，那东西叫蝉女，附着到了我的身上，怎么办？神主说：“快点让我诅咒那个，解除那个诅咒吧。”这啥玩意儿？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血小板还是啥？哦，这他妈是吸铁石吗 ？What the fuck？ 这还真的是吸铁石啊！逆天，那不对，还缺一个，202
203那房间还有一个呀。这房间的里边还有一个碎片，拿到嘴了。就是他可以从第四天直接玩嘛，不用把前几天给玩了。还缺一个，那就是那个203房间那个了。现在我们只能拿到这几个，就这样吧，直接进去吧，看看这周末是怎么个结局。好喽，这弟弟住哪儿来的？102。我操！过肩摔！啊！这弟弟也没救我呀！哈喽！说好的他弟弟救我呢？他弟弟也没救我呀！这弟弟行不行啊？我操！我都敲门了，弟弟不出来啊！说好了无论如何都会救我呢。这哪来的水呀、我操！这是汽油。啊！さっきは出れなくてごめん。抱歉、刚才没能出来。頼ってくれて嬉しいよ。你来求助让我很高兴。俺に双子の妹がいる。居然有个双胞胎妹妹。案外兄弟がいるって。虽然想到有兄弟姐妹也是件好事，但是实在没有什么实感。半月前くらいに。大概半个月前神主联系我了。陽子のこと、過去のこと。还有妹妹的事。そして妹のこと。全部教えてもらったよ。全部告诉我了。呪いの解き方を知って。知道解除诅咒的方法。这是我应该做的事，这是我的使命。所以我在这里，不是被神主叫过来的。我的意志でこの村に来たんだ。所以说主角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啊？死了。巻き込んじまって。抱歉。最後に会えてよかった。そうだ。これ渡しとくよ。じゃあ、そろそろ行かないと。203的钥匙。不是主角到底是嘎了是没嘎啊？我操！径直走入。哇哦！他燃起来了。なるほど。なるほど。あなたが言うには幽霊、お化けがあの銭湯に住んでいて、その呪いを終わらせるためには生贄が必要だったとは。トールさんはその生贄になった。他就是那个祭品。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。誰がそんなこと。这话谁跟你说的？你们是谁？我操，这个是脐带吗？这个是他们俩出生时候的脐带吗？怎么烧？这边还挺耐烧的呀。大制作，成功没成功吗？感觉像是没成功。
制定传奇耐烧王透流是吧？坏了吗？感觉没成功啊！这还给个炉子撤血，感觉不对。哇哦，伸出来一只手。What the fuck？ 好，第二局就玩完了。来试试第三个结局。我们已经有203的钥匙了。七开七开。行了哥们儿，钥匙齐了，可以三周目了。又要跟神主聊聊天，哇，怎么多了这么多东西？惠灵奶的脐带，这是干啥使的？啊，よかった。あなたのことでとても重要。哦，我懂了，进那个神殿，然后超度是吧？我悟了，大师。直接去隔壁。哎我的妈，在这儿呢，最后一片。我去，这个地儿的氛围有点牛逼啊，全是头发。他母亲不会就住隔壁吧？谁家神社门口摆这玩意儿？Holy shit！ 怎么那么多符文？这是什么？禅女是日本的妖怪，据说是难产死后的孕妇之灵所化为的妖怪，有着强大的怨念，憎恶着一切未到孩子的存在，附着在那片土地之上。哦，拿到我们俩期待了。哇，我操，雷神 OBS， 从而把禅女释放到人间。哎，那我拿到了这俩的期待，然后呢？神主直接报警啊！出这个事儿，他向你坦白的时候你就报警啊！哎，那个……哦啊哦哎！我啊嗯。到彼岸了，兄弟们！这是他妈！期待交了，他妈长得也不好看、啊，请出示你的期待。你好，同志，请出示一下你的期待。笑死我了！嗯，我、哦、这什么 BGM？ What the fuck？ 怎么燃起来了？
ここまで。什么东西？啊？不是，不是，贫道也略懂一些拳脚。我靠，什么呀？你不是神主吗？为什么会过肩摔呀？这哪来的格斗大师？我以为是要他妈救他，他妈一点屁事都没，一点忙也没帮上啊。这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。你抱歉，你他妈一开始就不能报警吗？我真的无语了。你傻逼呀、啊！我真无语了。哎，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该报警了。对，想通过诅咒这件事让房东反省。他妈，他都他妈杀人了，反省你妈呀！让他去监狱反省不好吗？陽子が大家に着いたと分かった時、当我明白了英子附在房东身上时、我以为英子是想要复仇。陽子の一番の望みが復讐。我以为最大的愿望就是复仇。放着不管的话。ことがみんなにとっていい。そう思って私は。我只是一般看着，什么都没有做。你为什么只是看着呀，神父？你没有个电话吗？110会不会打？私はすべての出来事を見守るだけの存在。逼养的人。守望者是吧？八百万の神々も皆さんの考え、八百万の神々のでも違った。八百万の神、陽子は復讐が一番。陽子は母親としてあなた方、子供のことをただ死んでなお、陽子は子供に会いたかった。真的绷不住了，这剧情。エレナ、あなたは陽子、お母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。他怎么才来？全部終わったんだな。全部都结束了呀。俺は神主からすべて聞いよう。いや、お母さんの呪いを解く。そして、産めを世に放つことが俺の使命だ。呪いを終わらせ。他们都不会张嘴。蓝狗。蓝狗。でもいいって。でも、俺の。お前はすごいよ。お前は何も知らないのに解決して。まだ実感はないけど。俺の妹と、な、これからどうす、俺は今ここから少し離れて、打算住在离这儿挺远的另外一个乡下。何もないところだけど、よかったら、要不要一起住？我懂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呀是原之空前作呀，原之空是吧？それはいいですね。よし、じゃあ一緒に行こう。坏了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跟他走啊？怎么感觉不对劲儿？走了啊，走了啊，拜拜，撒那拉，跟着我是什么意思？别送了，别送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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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对，这男的是女主的亲哥，原之空嘛。不错，还有啊，夕暮れ染まるオレンジの空に響き渡る幼な聞こえ。哎，结束了，下一座玄关之战，他妹妹还有哪八字？没了，结束了。